为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，你必须在流汗而出的泪水和等待裹肠而出的汗水之间做出选择。很快你就会分泌出内啡肽，但请不要误解，没有汗水就没有胜利。在人生的激烈竞争中，为了取得胜利，必须拥抱火焰。选择你的道路，泪水还是鲜血，谁的好？为了增大你的胜算，需要通过汗水消除怀疑和恐惧，让你的头脑和心灵变得更清晰。不要推迟，别等了。既然它与动力不押韵，那就去创造你自己的命运吧，赢得你的自由，坚持度过紧张和痛苦。因为内啡肽就像喜悦的天鱼一样，会沐浴你的精神，并在胜利的喜悦中释放它。记住这个永恒的心跳，在每一次胜利中出汗而不出血，在每一滴水分中写下你的故事。你的挑战将被视为荣耀，所以要努力，要拼搏，让汗水流淌。每一滴汗水都能打开胜利的大门，因为在这个真理下，我们必须无罪释放。胜利属于你，因为你永不放弃。